时代少年团择偶标准，马嘉祺择偶标准应该是年下最多差七岁，长相普通偏上温柔体贴，脸上有肉可可爱爱的那种，身高165到170，体重100左右，圈外人干净孝顺，冬天可以陪他一起穿风衣，像姐姐一样照顾他。冰城星择偶标准，好看可爱，眼睛大大的，主要是甜，牙齿要白自然美，比他矮，头发长，不喜欢说脏话的，不喜欢打男生的。宋亚轩择偶标准，性格大大咧咧，大方慢热，比他小5岁，笑起来甜，身材好，人缘好，很可爱，喜欢黏着他，和他一样偏懒，头发不要太长，稍微懂一点音乐，身高164到170，体重90到110。刘耀文择偶标准，黑发长度70厘米就好，瓜子脸，五官端正，身高165到170，体重90到100，性格温和，平易近人，谦虚，比较懂事，安静的女生。戴耳环，过发多，不喜欢姐弟恋，不喜欢说脏话，脾气暴躁。张真源择偶标准，不无理取闹，不发嗲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孝顺父母，长相一般就可以，身高168左右，年龄不要大太多，也不要小太多，有刘海，耐看白。年浩翔择偶标准，门当户对，长发，身高170左右，体重90到108，瓜子脸，西装，有共同爱好，正义感爆棚，是个妹妹，学舞蹈，学历高，不说脏话。贺俊霖择偶标准，会讲笑话，心灵美，长得好看，孝敬父母，头发偏长，有点社牛，大大咧咧，有礼貌，喜欢往上冲浪，身高168到170，体重80，最好比他小1到3岁，同龄也可以，家世背景不错。